the same. You serious? Yes. How much? How much? But we are friends, right? We are friends. Yeah. Nope. Okay. Okay. That way you are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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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. Look, look. That's my last. My friend, you want last? Half price. Goodbye. Look, my friend. Okay. Goodbye. Yes, for look. Goodbye. Okay, look. Yes, for look. You happy? 杀价真的是一门很特别的学问。老板被砍价的表情也太好笑。这里看到这一顶帽子，他过来之后，我戴起来之后，他跟我说。多少钱知道吗 ？40，40， 然后说太贵了，然后我就不要，然后他就降到 30， 然后我就想说还是不要，他说最后价格25，我说还是不要，结果我准备要走，又有一个人说好了10欧，结果我说这一顶帽子只要10欧，我说 OK， 所以这里感觉好像跟曼谷一样，可以一直杀价，从40块出价，然后最后成交价10块。杯子，你爸爸只要拽住这个人就能就可以了，对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要骆驼，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一下子摁住就行了。那我们再遇到这件事情，是被人家用刀直接划的。为什么有人要故意扎破你？他扎了你之后，他一路跟你一路给你之后，我们一下车，我们在检查的轮胎的时候，刚好就有个很热心的老头冲过来，一大串意大利语对着一狂讲，这附近哪边可以修轮胎啊，什么之类的。这时候他的伙伴已经直接从车子的另外一边车门打开，直接进来把你的钱包什么的就全部拖了一干二净。就算自己讲话而已，我完全没有听到开车门的声音。我们的卡、我们的现金、我们的护照，包括我另外的手机，全部被偷光了，被偷大概20万台币差不多。大家来欧洲旅游一定要特别小心。你在米兰，你发现你车被人家砸破，绝对不要下车。他偷了我那个钱包，有我另外一只旧手机，我们一直全力定位找他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移动，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确切到底是谁，然后在哪里。叫警察来，警察完全不会帮。而且你意大利文要讲得非常好，不然他根本理都不理你。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导游，意大利文已经讲得非常顺。那些警察说不帮就不帮。你有拍到车牌吗？你有拍到他的人脸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，就一直两手一摊。如果是台湾的人，记得你要去报案，报案都凭着你的报案单去罗马，你才能办到。我们昨天下午发生那件事情之后，我们连夜从米兰赶到罗马，然后终于到这个驻意大利台北代表处。虽然一天之间就办下来了，台湾的效率很高，台湾政府效率真的超级高。但这个是临时护照，我们后面包含要去北美啊，可能本来要办 ETA 或者 ESTA， 他都要求是要今天护照，你才可以去办。后面的所有行程全部打乱。最后恭喜我们拿到临时护照，感谢驻意大利的那个台湾办事处的，他也感觉到我们的着急。